证件给你看。警察，警察，不要讲话，大哥看一下，警察啊，证件。不要讲话，坐下，都不要交谈，先坐。先坐下。都不要大小声哦，好不好？我好好说，你拿椅子出来坐着，拿椅子出来坐着，哎，手机都不要用，好。本分局日前接获民众举报，五泉路上某间大型养生护肤馆以按摩舒压名义暗地从事性交易行为，经派员搜查相关证据，主动向地检署申请搜索票，于113年1月18日执行大规模搜索，一举查获现场男客及美容师共六人正从事半套性交易，全案共带回在场关系人51人，分别依违反刑法妨碍风化及社会秩序违法予以裁处。经查，该养生会馆屡遭民众检举。本分局在111年7月曾经搜索查获移送，在112年12月遭法院判决有罪确定。本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报请地方法院予以裁定勒令协议。